位现场的长官、嘉宾以及与会的媒体先进们，所有的大家，大家好，欢迎莅临 New Force 南方时尚新势力的开展活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姿颖，也可以叫我姿姿，很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今天的活动由文化部指导，财团法人台北服饰文化艺术基金会主办，经济部、工业局、教育部、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共同协办，由中华民国纺织业拓展会执行办理。哇哦，其实今天呢，我们齐聚了好多的朋友们支持鼓励，我们才能完成今日的开展活动，谢谢有你们。而当然的话呢，在这边我们更要感谢呢文化部的大力推动。大家要知道呢，十月份的台北时装周才刚结束，文化部随即呢就将时尚风潮引领至南台湾了，证明呢时尚不只有在台北，南台湾也是时尚产业的重要阵地哦。而当然呢，我们在高雄一定要接地气一下哦，所以呢我们在这边也要借由大家的掌声，让我们给予高雄市政府一个热情的掌声，谢谢，以及高雄市政府青年局的大力支持，谢谢。好，那当然我们这次的活动可以这么顺利圆满的执行，也要呢感谢呢我们的长官嘉宾亲临现场，所以呢待会呢如果有唱名到名字的长官，麻烦起身跟我们挥挥手。而当然呢现场所有的朋友们也不要忘记呢给予他们一个热情的掌声哦。首先是文化部的李连泉次长，欢迎。高雄市政府张嘉欣副秘书长，欢迎。财团法人台北服饰文化艺术基金会萧美玲董事长，欢迎您。财团法人中华民国纺织业拓展会江夏碧处长，欢迎。DYC Team 的品牌设计师赵之毅，欢迎。以及 Oakley 品牌设计师洪琦、林家豪，欢迎两位设计师。Wilson 品牌设计师陈喜年，欢迎。UUIN 品牌设计师刘子超，欢迎。是的，其实今天呢现场我们迎来非常多位的重磅级的嘉宾，无法一一的介绍，在这边呢由主持人跟大家说声谢谢，感谢你们亲临现场。而当然呢这么重要的时刻，我们要邀请长官帮我们上台致辞哦。其实呢这次展览最重要的推手的话呢，就是指导单位的文化部李连泉次长，让我们掌声欢迎。好，那当然呢我们在这边呢主持人也要再次给予我们长官一个掌声，让他上台为大家说几句话，我们欢迎长官。张副秘书长啊、在后台啊、准备走秀的啊、张局长，以及我们萧老师啊、夏碧处长，以及在座高雄的时尚啊、重要人士啊、大家午安，大家好。高雄现在已经成为那、南台湾时尚的新势力。那、尤其高雄市政府跟青年局所办的高雄青时尚，已经成为全国啊、时尚设计师、青年设计师一个重要的竞赛的舞台。那这个已经让高雄在时尚界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整个高雄的时尚不只是一个竞赛的舞台，其实应该把时尚成为啊民间的生活的舞台。所以呢，其实就是高雄的时尚美学要贯穿高雄整个时尚啊的氛围，在啊高雄的整个所有的地方。那要做这一件事，当然不是文化部的事，其实就是高雄市的重要的人士要来带动。所以为什么这两年我坚持一定要啊问
文化界、艺术界或名人一定要来走秀。在走秀这只是一个起点，其实是大家要在跨界里面去形成高雄的时尚美学。那展望未来，这个整个其实我们在高雄所推动的时尚新势力，我在明年会做进行转型。那进行转型，我会推一个叫高雄时尚潮流文化祭。什么叫祭？就祭典的祭。一集就是结合高雄所有的时尚的以及潮流的一些美学，在这一个场馆里面去展现。这里面一定会有走秀，一定会有演唱会，一定会有衣服的展示，一定会有吃的，也一定会有衣服的买卖，所以一定是售票的。那当然不会是文化部主办，我们会来征选适当的公司来推动这一件事情。总之，我希望我们的时尚进入每个国民，所以大家来体验时尚，参与时尚，消费时尚。所以这是大概我下阶段在高雄时尚新势力所要推动的事情。所以这个部分要有赖于我们高雄市政府跟文化部跟经济部来共同推动。那这一次在高雄推动南方新时尚新势力，今年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把上中下游最好的材料来到高雄展示。大家看看这些材料，有些是碳捕捉，有些是石木鱼鳞，有些是保特瓶。这些台湾的上游材料里面，环保机能的材料转换成这些美丽的衣服。那这些美丽衣服当然是我们青年设计师跟我们资深的设计师共同创立。那这个里面的上中下游结合，你就可以来了解，以前我们上游材料大部分都谈的是舒适，但是经过我们设计师的巧手，展现的是时尚、性感、美丽，甚至神秘魅惑，这些时尚的美学。所以我想在这一点，国内的上中下游整合，这是未来要走的路。那最后我代表文化部跟李部长再一次感谢高雄市政府跟高雄市青年局以及经济部以及我们纺托会大家来协助，使得整个南方时尚新势力这整个活动能够圆满。所以我也要感谢在后台准备走秀的我们的艺名人，因为他们担负的责任是很重的，他们是需要带动高雄时尚美学的新潮流。最后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文化飨宴，谢谢。谢谢长官，也相信呢，透过长官们的带领之下呢，我们的文化产业一定会越来越好。而当然，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邀请的是地方与中央密切合作，所以呢，才开启了这次的时尚特展哦。让我们欢迎呢，高雄市政府张嘉欣副秘书长上台致辞，欢迎。文化部的理事长，现场时尚界的前辈跟好朋友们，还有所有的贵宾、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今天非常的开心跟荣幸哈，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哈，把大家都聚集在高雄来，而且大家等会还可以一起体验时尚走秀的魅力。那所谓的大家，包括了来自企业界、文化界的贵宾，那也包括了电台的 DJ， 也包括了运动员，还有行农、青农，还有消防英雄，那还有很多自媒体的工作者，可以说是各行各业的精英，都用了他们的行动，来力挺时尚产业，来帮助我们南部以及高雄活络我们的时尚氛围。那当然，这样也证明了时尚跟各行各业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这个展览也特别要强调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
永续时尚的精神。我想永续时尚就是如何让产官学研各界的这个资源跟价值能够有效的发挥，而且来选择我们对待我们的人跟土地的一个方式。那我想高雄市政府跟中央以及跟各行各业都很愿意在未来继续朝向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努力下去。那在这边也特别感谢文化部能够串联台北的时尚周跟高雄的这个时尚大赏的竞赛活动的作品，让我们在这个台湾的头跟台湾的尾南北的城市中搭起了一座桥梁，让我们在这个发掘优秀的新锐设计人才，让我们在这个永续产业的环境以及在推动城市美学上面能够一起来努力，也进行彼此的交流。那也展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合作重视这个时尚产业的丰沛能量以及创造性的这个态度。那这个是非常要感谢文化部的。那最后这边仅代表高雄市政府预祝我们今天的这个展览活动开展能够顺利圆满成功。那也祝大家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谢谢长官的祝福。也相信呢，这一次的话呢，我们的展览呢，不仅呢会相当的圆满，而且呢会相当的成功哦。更重要的是呢，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话呢，是产业链共创哦，永续新时尚。因此的话呢，我们在待会走秀的话呢，不只有专业的 model 来到现场，而当然的话呢，我们也请到了像是教育界啊、设计界，甚至是呢各行各业业界的各中翘楚来到了现场，要为我们走秀哦。所以各位现场的所有大家，待会就让我们一同来享受这场盛宴吧。
的是 Caldera Wang 品牌。好，与家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永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接下来呢，是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张怡黎。他不仅呢是全台最帅的青年局局长哦，而且的话呢，他其实呢也有非常多的时尚资源投入在我们高雄时尚界哦。不仅致力于培养呢新锐设计师，而且呢也致力于活络呢高雄的时尚产业哦。在今年的台湾设计展呢，也交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单。而且的话，在这一次的话呢，也有自有品牌也要跟大家分享。而当然呢，在这一次的话，也可以看见呢 ，DYC Team 的话呢，不仅运用了福茂兴业公司的呢，被轮胎回收的奈米新生材质布料，而且结合了正装，要给予大家呢更多元的设计。欢迎卡姿美发美业集团执行长杨胜林。好，同时呢，这一次的妆发呢造型也是他们赞助的，谢谢有你们。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许哲豪，欢迎。哇哦，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欢迎的是呢消防局特搜中队的救犬队。有我们的搜救犬阿凯，还有呢我们的领犬员林庭云，欢迎你们。
接下来的名人呢是网红 KOL， 不仅拥有16万的粉丝追踪人数，而且的话呢，他还是呢 Even 梦游世界的版主哦，欢迎你。接下来呢是形容哦，不仅是刚发蜂蜜养蜂者王玉芬，他来现场，而且的话呢，他今天身穿的话呢，也是 Silogen， 让我们呢可以看到呢，不仅呢是弹性的纱布，而且呢以新颖的设计呢，一件衣服多种样貌的时尚穿搭。让我们欢迎跨界名人艺术家林熙俊。思哲卷这一次呢与宜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不是小农场掏给牛魏秀玲，欢迎您。哇哦！让我们欢迎呢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夫人杨怡婷。好，不仅身穿呢 Oakley， 而且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说呢，这一次呢不仅运用的是极盛实业及星光纺织的呢渔网回收纱，将呢东方的极简元素呢融入于剪裁当中。而当然，在这一次的话呢，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喜讯哦，也就是呢我们的局长夫人的话呢，目前呢身怀六甲当中，也来亲临现场，谢谢你的支持。接下来呢，在走秀的呢，就是我们的 Sunny 板娘私生活。让我们欢迎呢非常厉害的模特儿、身兼呢行销公司老板的 Sunny。高雄一期直播钢铁人职业篮球队 Manny Harris， 欢迎你。身穿 Passes 的衣服来进行走秀，不仅采用力宏企业的时尚剪裁，再透过尼龙回收纤维，让我们看到前卫、神秘、自信的时尚。好，欢迎呢是胡须销农场陶根小颖，欢迎你。消防局特搜中队的王于胜，欢迎您。一样呢，神传 Wilson 品牌不仅呢是利用呢宏远兴业回收宝特瓶环保材质，并且呢将设计机能的版型，让呢展现出风格力度的个性男装。再次欢迎消防局特搜中队的呢陈哲伟，欢迎您。好，让我们欢迎高雄一期直播钢铁人职业篮球队的林志伟，欢迎您。
样身穿 Wilson 的服装登场。好，让我们欢迎新雅侍卫董事长魏碧芬。身穿 UUIN 服装，不仅呢与远东新世纪废弃重生的呢回收海洋回收布料呢设计，以高级女装扎实细致的车缝版型，让我们展现了机能与时尚的并存可能。紧接着，让我们欢迎到呢是 DJ 彤彤哦，你好，欢迎您。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上亿染整加工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的，那相信呢，现场的长官、嘉宾以及与会的所有朋友们都跟主持人一样呢，看得目不暇接。这一次的话，我们真的要感谢文化部的指导，以及财团法人文化部以及非常多不同的单位的指导支持之下呢，我们才能欣赏到呢这么棒的秀。而当然的话呢，待会的话呢，一样呢，我们要再次的邀请呢我们的跨界名人以及走秀 model 再次上台呢，为我们呢再次展现呢我们这意象鲜明的呢永续新时尚产业链共创的一个走秀现场。我们在这边呢也要跟大家说明了，其实我们这次的展期的话呢，很希望呢各位现场的所有大家都可以呢赶紧的告诉你南部的好朋友以及南部的家人，都可以一同共同来支持。我们也希望呢这么棒美好的走秀活动呢可以持续延续下去。而在这一次的话，也要跟大家呢特别的来说明一下呢，我们走秀的服装的话，材质呢都是相当的新颖，而且呢不仅是环保材质，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给大家的是机能又高品质，我们 MIT 是相当的优秀了。相信呢各位现场的大家最近的晚上呢一定都有看到世足的活动哦，世足下呢有很多球员其实身穿的就是呢我们 MIT 的球衣哦，所以各位朋友们，我们 MIT 是真的相当的优秀的，我们给大家高品质高机能以及又做环保，也希望呢各位可以一起持续的来支持呢我们台湾所产的呢高科技机能好布料哦。而当然我们待会的话呢一样呢要再次邀请到呢我们这一些跨界合作以及 model 们出场之前，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其实的话呢刚刚我们所看到的呢所有的品牌以及呢不同的纺布厂，这些的话呢他们所编织出来的不同的合作意向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呢其实是这些服装都相当的新颖，甚至是呢也相当的实穿时尚呢，不是只有呢在舞台上，而是要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像是呢我们刚刚长官有说的，希望让时尚融入呢大家的生活当中以外呢，更重要的是其实呢我们这次的展出也要呢让各位待会呢可以继续的来逛一下会场。好，让我们呢再次举起双手欢迎他们出场。再次给予他们一个热情的掌声，谢谢你们带来精彩的走秀。相信呢，我们的产业链共创、永续新时尚的活动呢，都可以呢在这几天当中圆满达成。而当然，接下来请各位呢不要吝啬你的相机，欢迎大家呢可以帮他们合影留念。首先，先让我们呢看上正前方的摄影镜头。好，让我们呢留下这美美的画面。当然也要提醒一下现场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利用您的智慧型手机帮我们进行拍照。的话呢，这一次的活动呢，我们要谢谢长官们的亲临，所以我们要邀请呢长官上台共同合影留念。首先呢是文化部李连泉次长，欢迎您，以及高雄市政府张副秘书长，欢迎。
财团法人台北服饰文化艺术基金会萧美玲董事长，欢迎您。以及纺托会江夏碧处长，欢迎您。请各位呢可以再一次给他们一个热情的掌声。同时的话呢，也要邀请各位朋友们可以高举您的手机相机，帮他们共同合影留念。好，让我们邀请现场的长官嘉宾们，请看向正前方的摄影镜头，露出您最好看的笑容。好，同时的话呢，我们一样呢要邀请各位现场的朋友们，也不吝啬的呢赶紧来进行合影留念。而当然这一次的话呢，其实呢我们除了有长官亲临现场，也要谢谢设计师们哦。好，让我们再次看向正中央的摄影镜头，露出您最好看的笑容。好的，让我们呢要欢迎名人以外呢长官，还有呢我们现场的设计师上台咯。让我们一起邀请到呢 DYC Team 的赵之一设计师，欢迎。好，以及 Oakley 的洪启以及林家豪设计师， Wilson 的陈喜年， UUIN 刘子超设计师，欢迎您一起上台合影。而当然各位现场的好朋友们，我们一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再次给予一个掌声哦，谢谢他们呢有他们的创作，以及呢我们市政府以及呢我们的中央呢共同合作，我们才可以圆满达成呢这一次的展会。好，看向正中间的摄影镜头，谢谢大家。是的，那当然的话呢，我们最后一张的话呢，来举起您的右手给这赞好了，好不好？我们一样呢，这次的活动可以这么圆满的达成，所以的话，请大家呢可以举起您的右手，一起比个赞哦。三、二、一，赞！谢谢你们。而当然的话呢，我们这次的活动的话呢，相当的圆满，也谢谢长官、嘉宾以及各位名人们，还有我们的走秀的专业模特儿。紧接着接下来的时间是媒体联访及拍照的时间，请媒体朋友们、媒体先进们可以往前移动，谢谢。